走吧，走，走，散开。
司令，东城城墙近来发生爆炸，有革命军冒充我军士兵混进城内，正全力清剿。 小命，被你这个土沙蛋的给撂这儿了。说啥呢你？怎么不追啊？切！龟孙子，这都别跑啊！哎哎，我的去！你那人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啊？闭嘴！孙子，我是光明革命军，防火也站不起来。 有人在喊话，停止射击，停止射击！不是，大哥，喊话怎么了？军阀都被咱打走了，这黑狗子就是群窝浪费，咱直接灭了他，好像革命军领赏啊！别扯淡！不，再……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国民革命军，猛虎营召之来。你们到底哪个部分呢？ 赵石磊，大哥，对面这都是革命军啊，咱打错人了，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冤家路窄，我问那赵石磊还有笔买卖没算清账呢。啊？